格鲁不怕那个很香，怎么讲？很香，我们还是跟那湖南乌达斯啊。煮饭呢？啊，回家嘛，第一个啊，枸杞。但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乌达斯，哔哔，哔哔，乌达斯。Udas pipi udasio, u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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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 pi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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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asi, udas pipi pipi udasi, udas pipi udasio.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 udas pipi udasio。吴大师比比，他姓吴的大师啊，他妈妈的啊不，他的老婆叫 BB 哎，啊，他姓吴叫大师啊，吴大师叫 BB 哎，吴大师 BB， 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就叫做吴大师 BB。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真的吗？对，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坏，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对，海绵体的啊 ，B B 是洞口。对，桃山出的，不好意思，扯远了。桃山出的隧道是不是？在我们迎接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四个主题，分别是盼望、和好、喜乐、分享。但是我们在迎接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背后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价值，一个叫做谦卑。一个叫做关怀。这时代 ，This is living. Nothing is impossible. One way， 我要爱慕你。指挥林子轩，伴奏林有信，张若愚、廖宇泰。十号普尔新班，请准备。Thank you.
大光亮门的水楼家的森林给那呀嘛大太阳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无言在我们迎接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四个主题分别是盼望和好喜乐分享但是我们在迎接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背后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价值一个叫做谦卑一个叫做关怀十号普尔信班演唱歌曲坚强的爱圣诞节指挥黄千玉伴奏赵乔苏信一张峰瑜Thank you.
高二的所有班级，时间掌控得非常精准。现在开始十分钟是休息时间，1:20到1:30，有要上洗手间的同学请使用大厕。那也请国中部七年级的第一个班级先在30分前要完成准备。国七爱，好，请在1:30之前到准备区集结完成。一束花和美染了干湿木，一束路观之后那段路暗淡，不计数那奴婢，一束花啦，一束花啦，一束碧流呼吸不能安啦，一大碗阿米嘎阿提和白露老黑本阿散怎么落幕Bayu temalung sekarang kuzing. Bunga sayur suh. Bunga sayur suh. Kua supa un. Bunga sayungmu. Tukang kiaping, tukang kiaping, kang wenci, kang wenci.烧什么油？乌都玛尼龟龟，罗嘎扎来，黑老罗因为我们有没有剩下的文字单字的话，只剩下100多个字而已。100多个字。对，因为以前流落的部分有没有，有的都没有保存起来，然后一些祈祷有没有都已经过世了，所以一些有没有文字啊什么都没有保留。所以现在目前只剩下100多个而已。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五度三音图案，五大师比比，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五大师比一比。在我们迎接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四个主题，分别是盼望、和好、喜乐、分享。但是我们在迎接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背后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价值，一个叫做谦卑，一个叫做关怀。10秒。休息时间还剩30秒。同志，
将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这也是国中部的赛程。还没有就位的慢慢来没有关系，刚才已经拍照记录各班的集结状况，会酌量进行扣分，大家慢慢来没有关系。国七爱请上台。国中一年级组一号青年爱班演唱歌曲天主经 Wonderful 飞跃，指挥陈君瑶，伴奏洪玉兴、黄柏林。二号青年人班请准备。青年人班演唱歌曲《天主经》，我们可以，指挥陈君瑶。
心。